一號戒備信號仍然生效，天文台考慮在今晚改發三號強風信號。咪下晝六點鐘，熱帶風暴泰利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370公里，預料向東或者東北偏東移動，時速大約是12公里。天文台預測泰利今晚和明日會橫過南海北部並且接近香港。泰利今日的移動是比較不穩定，是時快時慢，但是根據我們的預測途徑，泰利會在明日就是最接近香港，在晚間至到明早上香港風勢又會增強，天文台會在今晚考慮改發這個三號強風信號，明日會轉吹這個偏北風，而到明晚那個風勢是會緩和的。我們展望星期三那個天氣仍然會有幾陣驟雨的。